行动力先行者，环宇电台线上充电站节目主持人谢文宪，暌违四年全新独立创作，继2011年度畅销书《行动的力量》后，再度激起澎湃内心的震撼作品，人生准备40%就冲了。谢文宪从未公开的超强执行力秘诀一次拥有，教您掌握勇敢与专业，把握平衡与取舍，你也可以翻转低潮人生。